佛说阿弥陀经，和尚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面，心恶化无情深。那么我们这一课呢，是讲到广成彼土意正妙果一起性。那么从本经的介绍，我们修习净土啊，你第一个法门就是你要对极乐世界升起真实而不可破坏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的内容啊，从本经的经文上来观察，是有两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对果地功德的信心，第二个是对因地的修行的信心。那么这个果地的功德呢，我们可以从两部分来建立信心。第一个，极乐世界呢，它是一种受用殊胜，也就是说在极乐世界的众生啊，你那个明了的心事啊，跟外在的人事的因缘接触的时候啊，唯有众苦但受诸乐，就是说他提供你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身心世界的环境。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在莲池大师的解释啊，说是凡夫的修学啊，必须要深安而后道隆。那我们凡夫的心情啊，你在这个动荡扰乱的环境啊，你的戒定慧很难增上，就是说你虽然很用功，但是环境动荡啊，你用功的功德刚好这个动荡的情况刚好抵消掉而已。所以这个初心菩萨他一定要先求身心的安稳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他的规划的就是一个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一种身心世界啊，就是一个安稳的一个世界，这个我们叫做受用殊胜啊。那么第二个叫做造业殊胜。当然我们今天到了极乐世界，它不共于诸天的一个最大的特别，就是它能够积极广大的福德智慧两种的资粮啊。你看在这个经文当中说啊，供养他方十万亿佛，那么这个地方看得出来极乐世界在积极福德资粮这一部分特别的殊胜。那么到了这个经文的后面，有情无情同宣妙法，你到极乐世界去经常能够听闻佛法，来增长你智慧的善根。所以极乐世界我们在思维果地功德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它的受用殊胜，第二个它的造业殊胜。所以我们在抉择一个果报体的时候，当然受用跟造业都很重要。那么就是从经文当中，首先我们要深信极乐世界的果地功德啊，是十方世界所少有的，十方三世佛阿弥陀地，因为他所提供的果报体受用特别殊胜，他所积极的这种福德智慧两种资粮也特别的殊胜。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思维果地功德的时候啊，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信心。其次我们要升起对净土的因地的信心。那么这么一个殊胜的果地是怎么成就呢？当然本经当中强调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就是你在佛堂当中能念的心本质不可思议，所念的佛亦不可思议。那么就在这样子能念所念相应的时候，念念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个事情你要深信不疑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正式的后面讲到，在执持名号之前，你应该有的心理建设就是你要相信果地功德不可思议，因地的名号也不可思议。
所以你看在经文当中，佛陀有四次的告诉我们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么在讲这段经文是干什么呢？第一个告诉你极乐世界的果地的庄严是你要深信的，第二个他因地的名号功德也不可思议，所以合起来极乐国土那么能够成就如是的功德是所庄严。佛陀重复了四次来做总结，就是要你一再一再的去建立对净土因果的信心。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叫做化无情生啊。那么我们讲到积极这个智慧的资粮啊，那么在本经当中讲到的两种的因缘，第一个是有情的声音啊，一个有明了性的鸟类所发出的这个佛法的声音。那么这一下讲到没有明了性的啊，一个无情的世界，它也会发出一种声音啊。那这当中呢，我们看经文，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吉宝罗王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业同时具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把它分两段啊。第一段呢是证明化无情生啊，第二段呢是世所得利益。先看这个无情的声音啊，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那么这个地方首先呢讲出这个他这个无情的声音是怎么来的。那么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啊，在极乐世界有一件情况啊，就是你经常会有这种微风啊吹动啊，这微细的风啊吹来吹去。那么吹动什么声音呢？它吹动了这个宝树跟这个宝树上面的罗网，就发出了微妙的声音。那么我们前面说过啊，前面的鸟类的说法是一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到这个森林当中去惊醒的时候，他听到的鸟类的说法，所以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那么这段经文，这个宝树罗王前面说过，宝树罗王是极乐世界众生的一个居住的处所。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的众生他是在自己疗房当中啊，可能在那个地方静坐，或者在疗房惊醒，那么他并没有到这个森林当中去惊醒，他是在自己的疗房。那么在这里疗房当中呢，他也能够听到一些声音啊，就是微风吹动的宝树，也带动了宝树上面珍宝所成的罗网。那么这个时候发出了一种微妙声音。那么这种声音呢，譬如百千种叶同时具足啊，也特别的微妙，特别的丰盛。那么这个地方先说出这个声音的由来啊，这一下说明这个声音我们听到以后有什么样的利益。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那么身为一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啊，他在莲房当中经行的时候，那么他听到的这样子的声音呢，就很自然的，这个自然在这个古德解释说啊，叫做任应，他就很任应的不假作意的就升起的一个念佛念法念僧的一种正念的心情。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这个附表第七，看藕益大师啊对这段经文有什么开示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补充讲表第六面附表七。那么这点呢，这个标题呢叫做有情无情同宣妙法啊。我们看偶主的开始，此众显微风树王等因及一切依正假时，当体即是阿弥陀佛三生四德毫无差别。那么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哦，森林当中鸟类的说法，疗房当中微风所吹动的声音，那这当中其实有它甚深的含义的，就是说这样子到底释迦牟尼佛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
那么藕益大师就把这个经文啊把它开前显示，他说啊，我们从这段经文啊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呢，极乐世界的微风，那么他所吹动的宝树罗网这个声音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极乐世界的真相，就是把这个声音呢，把它广泛的去观察，就知道乃至于整个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假法、实法。这个假法就是法尘啊，你在极乐世界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心中的这个影像，那么这个实法就是前五尘。那么这样子讲呢，我们可以知道极乐世界的整个色身相位处啊，这整个五尘的境界啊，其实就是阿弥陀佛的三身四德毫无差别。也就是说呢，整个极乐世界是弥陀的清净法身所变现的，它绝对不是一种业力所感的世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参照莲池大师的疏钞啊，他有一段的说法，他说啊，莲池大师在这个有情无情同仙妙法的地方啊，他引用这个龙树菩萨的智度论，他说这个智度论讲到世间上有三种珍贵的稀有的宝物，第一个叫人宝，就是这个转轮圣王所拥有的摩尼宝珠啊。那么这个人宝呢，它能够使令你所求如愿，你现在希望一个车子，你向这个摩尼宝珠祈求，它现出一个车子，你需要一个房子，它现一个房子，这叫人啊，就是在人当中最殊胜的宝物就是摩尼宝珠。那么再高一级叫天宝，就这个天人由于过去的善业啊，他有这个宫殿，那么天人他能够依止这个宫殿之宝啊，能够承办事业，这个天人达到娑婆世界要供养佛陀啊，他做的这个宫殿之宝就能够来到娑婆世界，那么做这样的往返，所以这个天宝呢能够承办事业。那么第三种是最殊胜叫佛宝，他能够到十方世界宣扬佛法啊，一个是所求如愿，第二个承办事业，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宣扬佛法，开启你心中的智慧光明。所以莲池大师说啊，极乐世界是处处是佛宝，你看到这个微风吹动的宝树，这个就是佛宝，因为为什么呢，他就是在为你说法。你看到的鸟类，你看到这个鸟，它不是畜生，它也是佛宝，为什么呢，它也是在为你宣扬佛法。所以我们从这段有情无情同仙妙法，我们可以体验到极乐世界的人民，它不但是一种安稳的果报体，重要的是你在极乐世界，你等于是经常的跟佛宝接触，也就是说你整个大乘的智慧三根啊，你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天一天的增长，这个是我们所关心的，这就是这段经文呢、啊，有情无情同仙妙法的真实意义。我们身为一个修行者，你经常会注意你内心的状态，你很快的就知道你内心当中啊有两种重要的功能，一个是一个妄想的功能，一个是你正念的功能。如果你有在关照内心，你就会知道。你说怎么知道有这两种功能呢？你回忆一下你平常生活，你遇到要重大抉择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你的内心深处啊，一定有两种声音出现，保证的。第一个是妄想，就是表层的声音，告诉你这件事该怎么做。当然，这个妄想你就不要随顺它。第二个是你在佛法当中，你在课堂当中听闻佛法，产生的一种观照的抉择力，这个就是你的善根。所以我们一般人跟人事接触的时候，你的内心呢、啊、会出现两种声音的，第一个出来的直觉一定是妄想，大部分都是妄想，然后你静下来拜拜佛，想想看
慢一点，不要动啊。所以修行人什么事情啊，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你要把你内心的善根，它还会释放一个声音出来。那就是说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就是善根跟妄想不断的对峙。但是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我们不要去奢望啊，妄想不来干扰你，这不可能。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加强你的善根，就像这个房间很多黑暗，你不可能要黑暗不出现，你唯一的就是加强光明。而这个光明的出现，就是靠佛宝的力量。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婆罗门居士，这个居士叫做因汝同居士。那么这个居士当然他信奉婆罗门教了啊，那么生长在一个大富的一个富贵长者的家庭，后来他喜欢上一个女众啊，就跟这个女众要结婚了。那么在结婚的当天啊，释迦牟尼佛就领着阿难尊者到这个他结婚的地方去托钵。当然这个婆罗门这个因汝同是一个大富的一个大富贵的家族啊，他结婚可就不是小事了，他请了很多的婆罗门的师父啊到他家来应供。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说啊，你去跟这些婆罗门法师说啊，因汝同今天得度的一人成熟了。那么阿难尊者就这个拿着这个就听着佛陀的开示啊，就到了这个因汝同的门前啊，就跟那些婆罗门法师说，我的老师啊佛陀说啊，今天因汝同得度的一人成熟。这个婆罗门的那些法师听着就哈哈大笑，说佛陀啊实在会讲话太过自夸了，因汝同今天明明要结婚的，他是马上要结婚的，你怎么说得度一人成熟呢？啊，他是结婚要过世俗生活的。但是大家哈哈大笑的时候，有一个婆罗门的师长啊就说了，说我们今天啊不能够啊轻视佛陀的话，我听说佛陀所说的话都灵验的。那么大家就产生警觉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因汝同是我们这个婆罗门的大护法，他要是被佛陀渡走那就麻烦了。好，有办法，大家手牵手啊，就把这个因汝同啊把它围绕成七圈。大家心想啊，只要能够让这个结婚典礼啊顺利的过去啊，哎，这件事就好了。那么在这个结婚之前啊，按照婆罗门的规矩啊，要先礼拜这个大梵天啊，跟他们的根本上师啊，根本的本尊啊礼拜，来祈求福报。那么因汝同升上这个礼拜的坛场以后啊，就很虔诚的礼拜太阳。那么他拜了几拜以后啊，哎，太阳当中出现了一个老人的影像，他想哎呦很有感应哦，再继续拜下去，这个老人的影像越来越扩大，哎，来到他的面前，白发苍苍啊，手持手杖。那么这个时候大梵天就跟因汝同说啊，因汝同啊，你们家今天是这么热闹是怎么回事啊？因汝同有点不好意思说，哎呀大梵天啊，我今天要结婚了。那么这个大梵天就问因汝同说啊，你这个结婚啊你花了多少钱啊？他说我花了3000金啊。那么大梵天就问他说，那你这3000金是怎么分配的？他说我1000金啊就是啊准备这些今天的饭菜，另外1000金呢就是供养这些来参加的婆罗门的法师，第三个1000金呢是当作给女方的一个聘金。这个大梵天王听了以后说，因汝同啊，你前面两个事情我觉得做得很满意，能够成就安乐的果报，但是你这个第三个1000金啊给女方做聘金啊，我觉得做得不恰当。因汝同说，那这怎么会不恰当呢？大梵天王说啊，你没有仔细的想清楚，你用1000金来娶一个女众，你要想想看，她的头发值多少钱？
他的眼睛值多少钱？他嘴巴里面的口水值多少钱？然后你把他的身体剥开，你看到他里面的心肝脾肺肾溶血死尿值多少钱？哎，这个时候印度同他这么一人，我们一般人是活在妄想当中，但是在妄想当中，他后面有一个善根的，他一回光返照的时候，就把他的善根触动。这个时候一触动的时候，他这一回光返照啊，当下证得出果，然后呢就看到佛，看到大梵天，很感激啊，拜下去的时候，大梵天现出他的本来面目，32相80种好的佛陀，佛陀就抓着印度童的手啊，就在这个大家感到很错愕的当下，就从天空飞到僧团去了，后来也证得阿罗汉。那么当然今天我们从印度童得度的因缘，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个真相，就是印度童在他这一期生命当中，他的烦恼是现前，但是他为什么从烦恼当中能够解脱出来？当然你会说，哎，他有善根，这个我们要承认他有善根，但是有善根的不是印度童而已，很多人都有善根。我们应该要去了解他遇到的佛宝，他遇到的佛宝，也就是说你有善根，但是你必须遇到佛宝，你才能够把你的善根启发起来。其实我们大家在位做诸位，大家哪一个没有善根？没有善根你会坐在这里啊？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被妄想缠绕呢？挥之不去呢？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佛宝的力量太薄弱，大部分遇到都是妄想的境界。你如果研究过唯识啊，你就知道这个众生的悲哀在哪里，这个种现相熏的。我们过去打了一个妄想，一个希望的心事造了业力，结果这个希望的业力又成就一个希望的果报，境由心生，结果这个希望的果报又牵动你希望的妄想，境由心生，然后你又心随境转，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过去我们都是用妄想来造业，得一个妄希望的果报，现在这个希望的果报又让你打妄想。我不知道诸位，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跟人世因缘接触的时候，你是自然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还是自然升起无明妄想之心呢？我告诉诸位好了啊，你要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呢，至少要30分钟的用功。你不是自然，你是非常不自然啊！你要到佛堂去看到佛像，不能拜，要他拜。刚开始就是勉强自己拜了几拜，哎，慢慢顺了。顺了以后，哎，心中的正念变主流，但是妄想还在。这个时候，你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心中继续念你的佛，继续的拜。差不多30分钟以后，哎，心中的善根正式的现前，妄想开始退到后面去。30分钟才能够练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然后你从佛堂出来的时候，你花了1个小时用功，遇到一个不如意的人事，发一个脾气，善根全部消失掉。娑婆世界就是这样，因为你活在一个希望的环境呢，诸位要知道，你不是生长在一个当体就是弥陀的三生世的，不是的。我们现在生长的环境是这个，是一个希望的环境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我必须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呢，成佛之道，你所选择的环境，对你的善根的增长是有很大影响。啊，我们今天选择一个不好的环境，那么你在修行当中，你光是为了抵消这个环境所产生的干扰，你一天的功课刚好跟这个抵消打成平手而已，今天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这样算不错的。所以
这段经文呢、啊，你不要去忽略啊。有情无情，同现妙法，就是说，正如莲池大师说的，极乐世界到处都是佛宝。那么它基本上不会刺激你产生妄想的因缘，那么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回到经文来。那么这个到这个地方，等于是把极乐世界它如何能够栽培智慧的善根啊，从这个有情无情的同现妙法，大家就知道一个大纲了。好，我们看这个根二的总结。舍利佛，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个地方是第三段的总结。那么我们前面说过啊，这个地方就是要让你修信心，修皈依，你要相信极乐世界的这种果地的庄严。这个地方的庄严指的是有情无情同现妙法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样子的庄严是你在名号的功德当中念念成就。所以这段经文的消文啊，是说舍利佛，你要知道极乐国土是成就如是的念佛功德之所庄严，你要深信不疑。那么这个地方是把我们这个信心呢、啊、做个总结。我们看下一段的丙二正报妙。那么前面的经文都是扣着整个色身香味触啊这个五尘的国土，来说明极乐世界的这个因果的殊胜。这一下我们开始关心的这样的国土到底住些什么样的人啊，一个正报，一个有明了性的一个人啊。这个地方讲到人的殊胜。那么这个正报的殊胜有两段，第一个真实名号，第二个别是主办。我们先看真实名号啊，先有一段的真问，看经文。舍利佛，宜如意银河，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这个本经的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几乎没有人能够问啊。我们看经文从头到尾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去发问的，也就是说没有人敢讲话。其实从头到尾都是释迦牟尼佛在自问自答啊。那么佛陀招呼的舍利佛说啊，你的意是怎么样？那么极乐世界的佛是什么因缘能够安立住阿弥陀呢？提出这个问，当然这个问题舍利佛是不能回答，佛陀就自己回答。那么回答当中有两段，第一个是讲到光明，第二个讲到寿命。我们看光明。舍利佛，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那么身为一个佛啊，这个地方的彼佛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的佛指的是应化身，就是由这个清净的法身依止这个愿力，当然也包括了他的六波罗蜜的资粮所创造的一个一起的应化身。那么这个阿弥陀佛的应化身，他的光明啊，是特色是无量，阿弥陀就是光明无量，他第一个。那么什么叫光明无量呢？这一下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他是无所障碍的，他的本质是没有障碍。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上的日夜光明啊，你遇到墙壁的时候光明就照不过去，他会被物质所障碍。但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啊，任何的东西乃至于须弥山都不能障碍这个弥陀的光明，它是无所障碍。第二个，它的量呢，照十方国，这个是很特别的啊。释迦牟尼佛的光明啊，它的旁边的光明呢、啊，它所谓的这个常光啊，释迦牟尼佛是照一由许，所以你要是离释迦牟尼佛超过一由许呢，你就看不到它的光明啊。阿弥陀佛的光明是照十方国，所以它的量也特别广啊，所以它的值是无所障碍，它的量是照十方国。那么身为一个应化身啊，它具足这个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所以它有资格称为阿弥陀光明无量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在古德解释说，他说这个佛陀啊，对众生的教化
有两个方便。第一个是说谎，这个人没什么遮障，直接说谎来启动他的善根。第二个，众生有善根，但是也有他的遮障，所以佛陀呢先显神通，而佛陀所显的神通主要的就是放光。所以在《无量寿经》上说啊，我们能够蒙这个弥陀的光明所照射啊，使令我们身心调柔。你要看一个初学者，你看我们出家众最清楚了，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刚出家，是修行的老参。你这个，你看这个人个性刚强，内心很紧绷啊。这个人他的业障还没有忏除到一个程度。一个人他业障消除的第一个特色，身心调柔。如果诸位拜过忏，你就知道，那个罪障现前的人，他这个内心刚强。那刚强的时候，你跟他讲佛法没有用的，所以佛陀先放光明来为他破障。所以这个光明本身有破障的作用。当然每一个佛都有光明，但是是阿弥陀佛的光明特别殊胜，照十方国。在这个台大有一个电机系的博士啊，他做实验了，就是说你一个人啊，在一个磁场当中啊去测试啊，你平常打妄想人啊，你的身体没什么光明。但是你要专注，哎，你的身体就有光明。如果你在专注当中又念阿弥陀佛，那你的光明更大。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要想，那你这个光明哪里来的呢？就是啊，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有八万四千毫，一毫有八万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念佛众生，摄取不舍。所以你诸位要知道，你看那个念佛感应里面有讲到这个公案，有一个人他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啊，那个房子很多鬼神，后来他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他身体放光，当然他自己看不到，鬼神看到，这个时候鬼神看到他不敢靠近他。所以我们心中念阿弥陀佛圣号的时候，你跟佛号一感应道交的时候，这个时候弥陀的光明开始加持你。所以这个地方啊，阿弥陀佛在整个十方佛当中的第一个特色，它的光明特别殊胜，这是第一点啊。所以你要了解，我们今天在修本尊相应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本尊它的特殊功德在哪里。第一个它的光明，第二个它的寿命。我们看经文，有舍利佛，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那我们在修净土的人啊，当然你以阿弥陀佛当你的本尊的这个所观境。那么本尊的功德除了光明以外啊，第二个是他的寿命特别殊胜。我们看经文，佛陀招呼的舍利佛说啊，彼佛寿命及其人民。那么这个地方的彼佛指的是一个应化身的佛，那么阿弥陀佛的应化身的寿命，这个下面这段很重要，及其人民，就是这些往生的众生啊，他的寿命有多少呢？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这个无量无边阿僧祇，这三个都是很大很大的数目啊。但是再怎么大，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有量的无量，只是说这个数量太大啊。当然这段经文啊，对我们比较关心的应该是彼佛寿命及其人民啊，这个我们肯定对这个人民的寿命很重要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极乐国土的果地功德，我们前面说过啊，它是受用的殊胜，它是造业的殊胜。那么当然我们在研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关心那它的寿命有多长，因为所有的功德一定要以寿命做基础了。你说你现在哎，身体很快乐，身体很快乐，你修行也很得力，但是你没有寿命了，你死掉了，你这些功德都消失了。
所以我们开始在关心说，那阿弥陀佛提供我们这个寿命是不是够长啊？就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诸位，如果你今天啊是选择在娑婆世界求真上身啊，其实你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并不是娑婆世界对你的干扰，这个干扰你一修行正殿现前都不是问题。你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寿命的问题，这个分段生死啊，对你产生的伤害太大。你20岁出家，修到80岁，修了60年，正是你修行的黄金时段。但是你死掉了，死掉以后投生在印度，好不容易又被找到了，开始修行，修行到正好的时候又死掉了，又投生到化国去了。你光是这样子死来死去啊，你这个修行没办法把它串，你这个整个生命被片段的切开了，所以你现在不是1+1不是等于2，你变成什么时候都要重新开始。我讲这句话是有事实根据，你看这个藏系的仁波切转世，当然转世优秀的很多，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失败的例子也很多了。我不要讲是什么名字，但是你去查查看，在西藏上师当中，他的不断的转世以后，他今生表现比以前差的很多了，非常的多了。为什么？这个死亡啊，他光是这样子换来换去啊，换了他自己整个内心的糊涂了。所以我们不要忽略分段生死的障碍，就是说我们今生可以好好的用功，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寿命，一个极乐世界的寿命，但是我们希望一劳永逸，我不希望再受到分段生死的干扰。所以阿弥陀佛知道在资粮位的菩萨有这个分段生死这个死亡的问题啊，所以他在化验的时候也特别的规划寿命啊，就是说比佛寿命，当然阿弥陀佛的注释也很重要，我们寿命在佛陀不在也不可以了啊，阿弥陀佛的寿命跟我们的寿命都是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使令你在整个修行当中啊，能够很顺利的从头到尾不断的用功，乃至到等觉菩萨，你不用再受死亡的干扰，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看，哦，这样子这个果报底一劳永逸了，我拼个一次，但是不要重复在那个地方死亡。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在皈依这个阿弥陀佛圣号的时候，你应该知道，第一个他的光明殊胜，他随时用光明来加持你；第二个他的寿命殊胜。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附表第8，看看我慧大师有什么啊比较深入的开始。那么这个第8呢，叫做真是名号啊。那么这当中有两段呢、啊，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第二段是别事。我们先看第一段，此境敌是持名妙行，故特真是名号，一人深信万德洪明，不可思议，一心执持，无不离合也。那么这段等于是先说明了为什么在本经当中释迦牟尼佛要介绍这个名号的功德。因为呢，在本经当中是敌是，就是他很明确的指示你要执持名号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然后呢执持名号，也就是说呢，在修行净土当中啊，我们对弥陀的信心跟愿力是一个根本法，可以说是一个共通的法，但是它的下手，你跟弥陀怎么感应道交啊，其实每一部经所讲的是有差异的。你像无量寿经，他强调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然后呢心心回向净土。你看观经，他强调你要观想阿弥陀佛，是观想。你看普贤横恨品，你修10大愿王，然后导归极乐。但是你看本经啊，所有的法门只字不提，什么法门都不提，只告诉你一个法门：闻说阿弥陀佛，持名号。
当然这个法门我们觉得哦，这样子太简单了，你要我一心归命通声靠祷这句佛号，那既然我要把我的生命全部靠在这个佛号上，那本师释迦牟尼的确有需要来介绍这个名号的相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把这个名号的功德无量光无量寿介绍出来，因为要你深信万德洪名不可思议，一心执持无不一恶也。如果我们今天对名号不了解，你敢说你临终的时候你这句佛号提起来，你真实的能够一心归命通声靠祷，很难的、啊。你要念个几句，哎，没什么感应啊，感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没有感应，感念地藏王菩萨，完蛋。三心两意，不是佛号没办法救拔你，是你那个能念的心啊，那个皈依的心生不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在内忧外患的时候能够持持名号呢？就是你对名号的真实了解。所以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有需要来解释这个名号啊。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么这个名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阿弥陀正方无量，本不可说，本是以光受二意受尽一切无量。那么我们前面说过，阿是无的意思，弥陀是量的意思。那么阿弥陀其实他的本来意思是无量功德，但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呢把它浓缩成两大功德，一个是光明，第二个是寿命。光者横遍十方，寿者速求三际，横竖交彻即法界体，即实体作弥陀身图，亦即实体作弥陀名号。那么到底这句佛号所代表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往下看，光明就是一种空间的无量，寿命是一个时间的无量。那么当我们把无量的时间跟无量的空间把它合起来的时候，哦，阿弥陀佛的功德的真相就出来了，就是一个清净法身的一个法界体。诸位想想看，你所知道的什么事情是时空无量？你说须弥山很大，它再怎么大它有它的空间相，它再怎么大它有它的时间相，它一定有一段时间就消失掉。那么什么东西能够速穷三际横遍十方呢？就是弥陀的清净法身。所以这以下这句话很重要了，几持底作弥陀身图，亦几持底作弥陀名号。阿弥陀佛以他的清净法身啊，变现弥陀的一个果地的功德，又把这个清净法身变现一个清净的因地的名号。所以我们这样讲啊，极乐世界若因若果啊，都是弥陀的清净法身啊。所以我们讲，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持名即始觉合本，十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也。这一段第三段开示啊，对念佛人的关系太重要了。我们身为一个本尊相应法，你对弥陀本尊相应的时候，你如何来了解这句佛号啊？就在这段开始。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